错误宝塔风水要人命。像说那个位置的话，一年之内会连涨三年。白银就是这样过去，一看到名字确认，整个就崩溃，啪，大哭，跨坐在他的脖子上，然后抱住他屋主的塔罐，他说好大的一个塔罐，啪，就砸在他刚坐在那个地方。嗯。